二小姐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没事，别担心，一会儿在门口守着，有人来了通知我。你要是担心此人图谋不轨，你把他赶走就行了呀，何必屈尊亲自来查？没有证据怎么敢的呀？再说了，这人是我带回来的，我当然要查个清楚。快去。 静啊，你给我等着！等什么等啊？我不就在这儿吗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哎呀，没想到我们堂堂荣家二小姐，不单单喜欢夜观星象，还喜欢偷偷溜进别人房间啊！你说你，这有门不走，非得爬窗户。 我回房间的时候啊，看到门口有人守卫，我就好奇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我就绕到窗户这边爬窗进来看个究竟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我们荣家二小姐还在我的房间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嗯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是来给你送蜡烛的，好心没好报。哎呀，上一次。 诬陷我偷东西，把我全身上下搜了个遍，以证清白，我还无缘无故的受了伤。你说这次，你是不是应该主动一点，让我也全身上下搜个清楚啊？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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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